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：哥伦比亚一名男子日前醉倒街头，众人试图叫醒男子，无奈根本连碰都无法碰到，就被男子身边的狗狗小黄警告不准靠近他的主人。即便请来警察处理，小黄也没在怕的，一样做事要咬对方。又萌又忠心的画面立刻在网络上发酵。综合外媒报道。 狗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，这句话一点都没错。哥伦比亚一名男子因为酩酊大醉，撑不到回家便直接倒在马路正中央睡着，身旁的小黄狗则一直扮演守护者的角色，以至于路人完全无法靠近叫醒该男子。事后围观群众请来一名警察处理，但只要警察试图碰触酒醉男子，狗狗就会做事要咬对方。 警察在男子身边绕了几次，想找适当下手时机，但都被狗狗挡了下来。最后，警察也无奈的笑了。所幸男子最后渐渐苏醒，身旁的狗狗也兴奋的舔舔他的脸。看到主人真的醒来，这只可爱的狗狗才终于让警察搀扶它的主人，可谓十分忠心护主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：这画面好有爱窝、哦、天啊！ 它主人平常应该也对它很好，我们不配拥有这么善良的动物。这只狗狗值得更好的主人。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个物种死后都会上天堂，那就是狗。